Previously on The Last Duel, a warning letter sent our protagonist to Sussex, England, to visit his old friend Anthony Beechworth. What he found in the manor was far from comforting. Strange happenings and macabre scenes led him to the corpse of Anthony's wife and finally Anthony himself. A suicide note spoke of grave danger to come,and a secret society back in a boarding school in Scotland, where it all began. 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今天呢，最后一扇门的第二章啊，免费发布了，所以呢，我们就来继续进行这一款游戏的实况嘛。这是基督教的主道文嘛？见到过很多次啊，但不是很熟悉啊，随便翻译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尊你的名为圣。好，这是啊，是我们主角之外的一个人物啊，和第一章的开头呢十分相似。我们这两样东西嘛。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他把衣服给脱啊，这个应该是个鞭子吧？给我们每日的食粮。啊，这是一个神父啊，牧师啊。接下来呢，他应该就是要鞭笞自己了，就是基督教当中有的苦行的这样一种习惯。看过达芬奇密码的话啊，应该会对这个行为呢有所了解。免去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去别人的罪债啊。接下来就是要让我们远离诱惑，保护我们不受邪恶的侵害。Amen。 啊，然后呢，同样的是开头的一段动画啊。如果没有看过第一章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不用看下去了。在上一章当中呢，我们的主角救了，不是救了，发现了安东尼的尸体，并且呢，在安东尼的遗书的指示之下呢，要去苏格兰他们最初的一个寄宿制学校那边呢，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具体的内容并没有说明，只是说啊，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呢，一切都完了。同时呢，啊，这个我们在第一章当中啊，在安东尼的屋子当中也遇见了一扇打不开的门，会不会就是那么现在告诉我，你在哪里？你见到了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主角吗？要探索自己的那个学校吗？已经荒废的学校吗？还是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又有一具尸体？那是谁？是他吗？是安东尼吗？回答我。这个展开是不是说我们的主角啊，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有什么心理阴影，然后在被人询问啊之类的。他在做什么？靠近一点，离安娜近一点啊。这是一个女人怀抱着婴儿的声音。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吗？在辅导之类的，分析梦境还是怎么样？啊，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醒过来。一、二、三，快
快点醒过来，醒过来！啊，他大喘了一口气啊。那么，之前又查了一下，这个他的名字呢，好像正确的念法是 David， 是爱尔兰还是什么地方对于大卫的一种不同的拼法，我们以后就叫他大卫哈。你现在可以休息了，大卫先生，今天就到这里了。这样的疗程真的有必要吗？我十分相信啊，这是对你现在的状况来说最好的治疗方法。那么你有没有再次见到过他呢？我见到的。你见到了什么呢？你可以解释描述一下吗？哎，还有选择，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那我们既然都看见眼睛了，那就说他看起来像一个眼睛，他看起来像一个眼睛啊，十分完美的圆形，而且很暗，很深邃，但是又很空洞，有着我所听到过的最可怕、最充满痛苦的尖叫声。在里面呢，有完全的黑暗，有一个邪恶潜伏在他的深处，啊，一个人类理性所早已忘却的恐惧啊，但是呢，它却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在我本人来说，这种恐惧已经苏醒了。啊，我很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如此担忧啊，大卫先生。在你的允许之下呢，我可以啊，我可以让我的一个同事，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个对于现代心理学、精神学更加熟练的、更加精通的一位人士呢，来参加你的这个病例啊。我想他的知识和经验一定呢，会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你现在的状况。如果你认为会有帮助的话，医生，就全听你的了。这种痛苦啊，已经增长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如果你相信这个人可以帮助我的话，那我真的要感谢他的帮忙。谢谢你，医生 ，Wakefield 医生。那么，晚安。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角在见到了安东尼之后，并没有直接赶去那个寄宿制学校嘛，而是一直等着自己在这边受着心理上的煎熬这种样子。安东尼，我的朋友，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妻子安娜如此糟糕的方式死去呢？这些疑问简直在撕扯着我的灵魂，我几乎已经记不起我们身为同学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我承认，除了你我不变的友谊之外，那些年的故事我已经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你的那些话真的只是不断丧失理智的结果吗？在你的信中，你写到说，有人在等着我，是一个警告，用来保护我脱离真实的危险，还是仅仅是一个天才的头脑被疯狂所遮蔽之后产生的胡言乱语呢？我的心中有一些不安的东西，我无法安静下来，直到我可以回到那所寄宿制学校，发现其中隐藏着的秘密之后。再见了 ，Beatrice 夫人 ，Beatrice 先生，安息吧。哎，他又站在窗前了。窗前灯下，壁炉前，床上。马车啊，那么出发的镜头，这就是那所学校了吗？
二章，回忆。红字啊，很不安呢、啊。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看的吗？啊，一个很老的，而且有了损伤的邮箱。其余的地方没什么可看的。哎，好，我们来看一下邮箱里有什么东西吧。里面有一张明信片。亲爱的马修，啊，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我却还是没有听到你的任何消息。我的兄弟们坚持说你抛弃了我，但是我坚信你的真心不变。我知道你绝对永远都不会对我做那种事情，因为我知道你的心，也知道你眼中的真诚。我是从伦敦的一家医院里面得到这个地址的，我祈祷它可以安全地到达你的身边。如果你真的收到了这封信，我希望你知道我会一直等着你。你永远的朱丽叶·霍洛威。这是一封被抛弃之后的情书啊。有一个名叫马修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哎，邮箱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我们要进去啊。嗯，刚刚好像觉得左边有什么。哎，原来那边是校门之外，这边才是校门里面嘛。好吧，啊，加百列天使啊，是我们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标志啊。我记得呢，它当时看上去十分的光鲜，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已经久疏保养，十分肮脏了。啊啊，这个默认呢就是查看啊。这个游戏其实绝大多数时候啊，都不需要特定的去选这个查看的选项。好，地上呢有一只石鹰，石做的老鹰啊，应该就是喷泉上面掉下来的吧。嗯，但是也不能捡什么。哎，我们捡了块石头。嗯，捡什么都捡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学校，哎，里面是还有灯光吗？而且这边也还能看得见。我们先点一下正门吧。还是啊，里面有人啊。那我们看一下学校这边是怎么回啊。我还是先看正门吧，不要心太那个。我们这回不把衣服放下来了，是一个修女的样子。抱歉打扰了，修女。哼，晚上好，修女。晚上好。啊，我是伊丽莎白。那么你此来是有什么事呢？怎么称呼啊？啊，大卫。我是这个学校过去的一名学生。如你所见啊，大卫先生，这里呢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机构了，现在呢完全啊是用于这个祷告的作用呢，然后啊照料我们这边的病人的健康，也就是变成了一个教堂兼这个病院这样一种成分嘛。啊，了解了。尽管如此呢，我还是想问一下，能否让我和大卫先生？恐怕呢，我们现在真的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啊，浪费时间啊，没有时间可以去浪费。讨论过去的事情，更何况呢也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这些修女啊是在这个寄宿制学校关门之后才到达这里的啊，除了这个 Monsignor 之外啊，可这个读音不一定正确啊，不管。哎， Monsignor 啊，没错。但是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您到这里有何贵干呢，大卫先生？
我只是想来缅怀一下这个逝去的时光，啊，这个地方呢，会让我记起一些东西，啊，我还是不想说，我们还是有礼貌一点吧。记起我的过去。假如你有记忆上的问题啊，那我还是建议你去看医生，立刻去看医生，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哎，我们要一个个选下来吗？啊，或许是个好主意吧，让我在这边啊，体验时光的流逝。体验时光的流逝，您是在说什么呀？坦白说吧，我呢，自动选择了第三个选项。坦白说呢，我并不是很愿意探讨这个问题啊。我甚至啊，我无法告诉你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为何如此重要，但是它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吧，我也很啊赏识你的坦诚啊，大卫先生。那么我就允许你在这边待一会儿了，希望我不会后悔我的这个决定。不用担心，小女，谢谢你。哎，啊，对，我们把衣服脱了下来。这个画像呢，有这个审判的意味啊，但是呢，同时眼中也充满了同情。我们应该往哪里走？还是先问一下吧。虽然他不知道，哎，啊，您照料这边的病人吗？刚说照料病人，当然了，大卫先生，我们呢照料着这些病人的啊，我们照料的病人的，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需求。马斯克呢本来就住在这里吗？啊，这边仍然是寄宿制学校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吗？啊，是的，他呢是一个牧师啊，还是一个教授。所以然后呢他才变成了这个 Monsignor。 哎，这难道是，等一下，这个必须查一下，是一个教职吗还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小的词典，哎，有的啊， Monsignor 是阁下大人，也就是说这边的带头的这个牧师了。这个词典比较小，应该是就是这边的类似于佛教当中的住持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开始领导这个地方。好，那么我可以和他谈话吗？恐怕这是不可能的啊，大人他已经留下了非常严厉的指示啊，说他绝对不能受到打扰，甚至呢连我们修女们也不能去打扰他啊。那么感谢你啊，我就不打扰你了。我们要上楼吗？还是往右？往右是什么？大卫先生，你不能往那边走。好，那我们就直接先在底楼探索一下吧。哎，果然是病院。啊，有一些这个绷带和其他一些医疗用品啊，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啊，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圣人啊。是病人的这个病人医院和护士的圣人啊，具体的就不说了。他看上去已经抛弃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情况不怎么样。在行李当中呢，我见到了一堆信件啊，绑起来的，要不要拿起来呢？我必须要求您不要碰我的物品啊，你还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哎，抱歉。好，这个是病人在说话。医生，对不起，我并不是医生。不用在意他，他已经疯了好几天了。我是玛丽·文吉小姐，这是呢我的兄弟马修。哎，马修，朱莉，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你不回我的信呢？我的信，你见到了吧？这个可怜人仍然痴迷着他的妻子，他根本不愿接受他妻子已经在几个月前抛弃了他。可怜的马修啊！十分抱歉，文吉小姐，我希望他可以康复。谢谢你。
也就是说他把他写的信全都留了下来，同时这封信，文吉先生，我想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啊，谢谢你，请交给我吧。啊，假如不介意的话请交给我吧，因为啊，如你所见，我的兄弟呢，他已经太虚弱了，无法读信啊。那么马修，让我们看看是谁写给你的吧。啊，是我们的母亲的信。亲爱的马修，希望你正在康复啊，我希望啊，你所爱的姐妹和你呢，可以很快回家。啊，你知道啊，母亲在你离开之后有多么的寂寞。哎，相同的对话了。文吉小姐啊，在胡编乱造信的内容，哎，上面还有一些对话，基本上就是闲谈了。但是呢，啊，我们现在没有支开她，没有办法，这个要把这个女的支开之后，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剧情。啊，许多人的照片，看起来呢，像是这个病床上的上一个病人的家人和朋友们。啊，一个名叫《奇怪故事的怪谈》的这样一份杂志，啊，不能拿。你发生了什么呢？你还好吗？有一个有节奏的声音，就像是呼吸。什么时候有的呢？昨晚我感到我的天灵盖，我的额头上有很大的压力。啊，有什么东西压着，是一个干燥的，很粗糙的，就像是树皮一样啊的东西呢，在擦过我的腿。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墙上，好像呢是一个不断变大的影子。我马上点了灯，结果呢却什么也没有。啊，是个女的，夫人，你在说什么呢？啊，这个可怜的女人呢已经不安地睡去了，很不安稳。是一个脸色十分苍白的年轻的小男孩睡着了。嘿，这边有一个修女，请帮帮我，求求求你，什么人可以啊？我很抱歉，你不能在这里。哎，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请不用担心，先生，领主大人，哎，啊不，这是指主啊，啊，主会照看我们的每一个病人，他会给予你所需要的所有帮助。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这边祈祷，就在我们的，啊，应该是指圣母吧，还是指什么女士的雕像面前？你不觉得她很美丽吗？啊。果然是圣母啊，圣母呢，她倾听有需要的人们，是圣母玛丽啊，圣母玛利亚。这个阴暗的雕像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的啊，就是有一种阴暗的感觉。我们还是不能和他对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能在这儿啊。当然我们也不能直接就这样开始祷告。哎，这边地方真的很大哎。嗯，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呢凝视着你啊，应该呢是想要体现出她的这个怜悯和同情之心啊。但是呢，这幅画像上她看起来反而十分痛苦，十分悲伤。我们要往哪里走呢？我把门打开了。哎，这是后门吗？为什么有一具棺材？锁住的木头棺材啊，而且呢造得十分的拙劣，看起来造这个棺材的人呢一定是匆匆忙忙的。晚上好。哼，我希望你对啊，啊，你说的对啊，就是说这个晚上他觉得不好，
希望你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晚上。我的名字是大卫，我并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块墓地。很高兴见上你，大卫先生。我呢是弗兰克·波德温，请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啊，这边的牧师大人呢，神父大人，明确要求我把这个尸体呢，统统埋在这里。把尸体埋在这里，有这么多尸体，发生了什么呢？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大卫先生？神、上帝已经抛弃了这个地方。那么神父大人是谁呢，波德温先生？我也没法说啊，这么多年啊，在这儿我都没见过他，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十分感谢你啊，那么祝你晚上愉快了。祝你晚上愉快。有许多的小小的坟墓啊，匆忙的搭建起来的，刚挖好的坟墓还是相同的。这边是山脚下吗？第二张呢，这个地图似乎十分大，很旧的渔网，海边，许多年的漂浮啊，让这一片浮木呢变成了一块小小的木头，柴火一样的木头，理解一下，这块石头呢，叫做这块礁石啊，叫做迷失的朝圣者，学校的。年长的一点的学生呢，高年级学生呢，经常会来爬，在上面呢，还有着我自己刻下的首字母，名字首字母，纯粹只是景观嘛。好的，那么这边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呢，还是只是捡一下道具呢？这边的坟墓暂时应该还用不到。我们之前看到的窗户这边的按钮呢，纯粹只是让我们走到这边的地图的。这是过去的教室吗？改成的。我还记得呢，过去我们经常会把教科书放在这里，现在呢有一个音乐盒。我们直接拿了起来。是一个音乐盒，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学生的。这上面曾经是放着教科书的。亲爱的兄弟，英文就是这点不好啊，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姐姐还是妹妹。我呢收到你的来信，我也试着，我会试着更加频繁的写信给你的。我希望你学习努力，而且在这边呢过得愉快，那应该是写给弟弟的了。我们很想念你啊，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呢？父亲因发烧而卧床，我感觉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直有在吃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却感到十分忧伤。这是一个十分安静又有一些无聊的村子中的星期天。妈妈呢，等一下要烤一个那些老太太老婆婆们烤的柠檬蛋糕，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吃呢。记得很快回信吧，我十分期待知道你现在过得怎样，你现在在学什么东西，苏格兰一切如何等等等等。拥抱你，我很想你，你挚爱你的姐姐。1876年1月15日，厄内斯特神父呢，看上去今天格外的担忧。有好几次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呢，都突然的停了下来，
毫无疑问的停了，毫无道理的停了下来，明明是在他最喜欢的课——神学课上。今天，厄内斯特神父又变得十分的烦扰不安。柯林斯呢，随口说了一句话，就被从这个课上赶了出去。虽然，就连大卫啊，也因为读了一本哲学书，就被这个批评了。希望厄内斯特神父啊，千万不要把他的怒火撒到我的身上。如果我得不到高分的话，我父亲啊，一定会非常失望。那么，会不会我们当时的这个老师啊，厄内斯特神父就是现在这边的主管的神父呢？见到厄内斯特神父如此脸色苍白、浑身是汗的来上课啊，真的让人感觉十分的不安。在他上课的途中，他还趔趄了一下，有一些晕眩，必须坐下来。1月22日，尤金神父呢，今天给我们上神学课。尽管他对于这个课题啊，和厄内斯特神父比起来，知道的要少很多。当我们问他厄内斯特神父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尤金神父告诉我们呢，他生病了。但是呢，最让我担忧的是，就连尤金神父看起来呢，也不是很健康。2月20日，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厄内斯特神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我们都被告知他仍然在生病，但是如果他真的病得这么厉害的话，为什么从来没有医生前来治疗他呢？我的成绩我的学业呢？我的学业这边这个 flagon 是指什么？这个意象没有用过啊。我的学业呢，开始有一些就是变差了，但是呢，我努力的自己多做阅读，希望这样有帮助吧。不管我们现在身边发生了什么，我还是一定要成功啊。2月23日，今天早上呢，学校宣布马上就要关门了，学校要停学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呢也没有办法从教职员工那边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在回避这问题，我开始认为他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知道答案了。他们的焦虑呢一眼就看得出来，尽管都想用这个冷静的样貌来隐藏。但是厄内斯特神父怎么样了呢？我听说在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只有他一个人还会留下来。日记当中呢还有一张照片，那个黑黑的是乌鸦的羽毛吗？是我毕业的班级的集合照。我见到了我厄内斯特神父和安东尼，我记不起其他人的名字。有一个人的脸被彻底的刮掉了并不是乌鸦羽毛，只是刮痕刮去的痕迹而已。还是相同的。说起来，之前桌上的那封信，那么应该可以确定这个现在的这个神父大人应该就是当时我们的神学教授了吧。书架上的书呢又老又是全是灰，主要呢是神学方面的。黑板上写着一句很奇怪的话：死亡中有着希望，死亡中有着生命必须寻求死的真正的本性呢，才可以理解到它的虚无。看起来这行字呢已经在黑板上留了好多年了，因为粉笔呢有些地方已经变得很淡了。好，
这边没有路了。但是我们拿到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可以使用在这边的吧。这边呢，我们既没有办法支开修女，也没有办法支开这边的这个女人。那么接下来就是上楼吧。楼上很旧的一个啊，也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的一个啊，这边呢又是更多的修女，有一个写着吗啡的这个壶啊，旁边呢有一个针筒，很旧的镜子几乎已经照不出什么东西来。这边的修女睡得很简朴的床，大大的开启着的窗外啊，可以见到这个晚上的冷风呢吹进了屋中，好像拄着拐杖。晚上好，修女。修女，有这么多受苦受难，这么多的眼泪，我们一切的祷告都得不到回应。哎，您说这是什么意思，修女？啊，这么多年来都信任着主啊，不停地祷告，寻求着一个征兆，寻求着可以给我力量的一些东西。每一天我都听见他们的哭泣、祷告、尖叫和死去的声音，又是为了什么呢？主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哎，啊，这两个回答，第一个是说，啊，主的这样行事方式啊，是神秘莫测的，你不可去。啊，话虽如此，但我要求的也不多，只是有一些可以让我继续下去的东西，有一条让我可以走下去的路。我没办法再这样继续，对不起，先生。哎，那我们。求你了，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书架上面呢是啊，这个很古旧的壁橱碗橱上面呢是有一个很旧了的圣经和玫瑰念珠，上面呢已经积了灰。啊，第一章中我们用到过玫瑰念珠，这边呢似乎一时也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一个很旧的耶稣的，哎，这块特别长啊，但是呢我记得读书的时候啊，这里是学生宿舍的位置，哎，也就是要用什么东西用石头把它割开吗？这个石头呢不够尖锐，没有办法割开，那么木头当然也没有办法割开了，不够锋利啊。哎，这是啊浴室，破了的镜子，哎，这是不是镜子，旧毛巾，旧的生锈的管道和其他的地方连，哎，这边有什么东西，我们先看其他地方啊，只是很旧的这个浴室而已。在这个洗澡的地方啊，淋浴喷头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水池，小水塘里面啊，这个就是出水口呢下面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哎，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拿起来吗？也不是用木头挑出来，这个网应该和什么组合起来呢？把网扎在这个上面当然是没有用的，这个东西一时还拿不起来，看都看不清楚。这个音乐盒可以砸开吗？啊，但是没有办法使用呀。哎，好
好像能探索的地方一时都找不到什么可以用的。我们首先回到楼下整理一下思路吧，不过也算是把整个地图探索了一下吧。还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吗？啊，波德温先生，他是谁？神父大人呢？只是我啊，让他来做这里的管理人员。有许多修女呢觉得他人怪怪的，但是啊，他工作呢也十分的顺利，也不太抱怨。最近经常有人死吗？伊丽莎白修女呢和这个波德温先生啊都告诉我，最近有很多病人都死去了。发生了什么吗？悲伤的是啊，主带走了太多不幸的灵魂。哎，对话就这样无法继续了吗？没有新的选择之了。好的，那么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最后一扇门第二章的第一批吧。我们